意发起殊胜心，这个殊胜心就菩提心的意思，对，一定要发起菩提心。主要的这个里面说，先我们修行者先是透过自己的谨慎的态度来去思维三界轮回当中的一切众生被伤苦所折磨，被伤苦所束缚，对不对？前面所讲的由于烦恼因力导致不由自主的堕入轮回，那堕入轮回当中就如四大江河汹涌的四大江河一般，冲击力很大的，不断的冲击，不断的冲击，你说痛苦者，这样的三界轮回当中的六道众生好可怜，我一定要由我自己来帮助他们，由我自己来救度他们，不断的思维，不断的思维，这样的就可以总有一天得到了大悲心。那你看，我们就是今天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讲，对不对？啊，修大悲心，嘴巴讲很简单的，那内心真正的去修大悲心的困难的原因是什么？你现在没有大悲心啊，对不对？困难在这。如果你有了大悲心，你修的不难。你现在我们感觉现在感觉上修大悲心的思维大那个站在一个大悲心的立场来去思维很难，确实很难的感觉是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大悲心，所以呢很困难。没有的情况下一定要希望有，一定要去遵循大悲心，一定要承办大悲心。那如何承办大悲心呢？我刚才前面讲所有如母有其众生，对不对？不由自主的堕入轮回，轮回当中还是有生老病死汹涌一直不断的冲击，被伤口所折磨，这样的情形一直不断的思维的话，那这样的就是一个算是一个，一方面来讲出离心成败的出离心，第二方面来讲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大悲心。那没有修大悲心功德无量，当然是功德无量，大悲心的功德是真的是很大的。那自己没有功德心的话，你如何去修大悲心？我举个例子来讲，你自己没有手机的话，你怎么可以用手机来打电话？没有手机吗？对不对？那先你想要用手机打电话的话，你先去赚钱，有了钱去买手机，有了手机才可以买装了一个声卡，有了装了一个生命卡，有才可以开始打。你看前面有需要很多的条件前提，全部具足之后就可以顺利的打电话给对方吗？这是简单的比喻啊，一模一样。那简单来讲，你用手机来打电话一下，你看两句话就结束了。用手机来打电话也是不简单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是自己有手机，有手机也没有用了，一定要有这个里面的生理卡，有 SIM 卡，还是一定要有这个里面有出纸，没有的话你打不出去啊，对不对？那你听看，我们就是一模一样，这个前提因素具足说就可以顺利的打，一模一样。修了一个大悲心，自己要有大悲心，你没有大悲心的话怎么去打，对不对？怎么去修，这道理是一样。那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大悲心的话，一定要希望能够有，你希望能够有，什么时候得到，未来的事情谁也无法揣测。那我们看个人的能力嘛，所以我们就从今天起承办大悲心。那承办大悲心的话，如何承办大悲心？一定要大成就者他们制定下来的大悲心的一个承办的过程，按照他们所说的去承办了，就能够得到。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诀窍，确实没有的。对，不要讲，讲大悲心，大家唉声叹气。
OK， 接下来不惧同达正律会，虽修处理菩提心，不能断除有限故、有根故，因其同达缘起法。你看，最主要的道理在这里。他这里讲说，不惧通达真理会，这个真理是空性的意思。对，虽然这有些中文那个中藏之间有翻译善有，就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这个阶段的一定要知道哦，不惧通达真理法，这个真理是我们平常讲的观念上的一个思考的逻辑，不是这个意思哦。这个真理的意思，空性的意思。对，如果你不通达，对，没有具备通达空性的智慧的话，就是这个意思。第一句话，你们不能通达，没有具足，没有具备通达空性的智慧的话，虽然你修处理心、菩提心，但是不能断除由根故。有关是什么？轮回的根本。对，那我们常常跟大家讲的，对，这都是宗大师他，这个也是不是他制造出来的，这都是他引用大乘就是，对不对？龙树、月城，还有五浊、弥勒、维苏，那他引用他们的那个正量，他们的那个论点，那世尊的一个经典的内容来就是解释的。你看真正的没有具足通达空性的智的话，虽然你修处理心、菩提心，没有办法断除轮回的根本。在这当中我们也可以凸显出来，佛教徒比较重视空性界，对不对？通达无我的智，还是我们就是说常常讲的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是六度万合当中的第六度，般若波罗蜜多。那为什么重视般若波罗蜜多？它的道理在这里。你看，简单来，你就是想去这个里面去想一想，他讲什么？虽然你没有具足通达空性智的话，虽然你有修大悲心、菩提心、处理心，但是你没办法断除轮回的根本。他的道理在这里，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能断除轮回的根本呢？所以这个原因我上次应该是跟大家讲过了，法称在《释量论》第二品里面讲同样的道理，一模一样。这是我应该是跟大家讲过好几次，对不对？虽然这个法称是不是我们赞的，对不对？它是印度古印度的时候在那兰陀佛学院里面的逻辑最优秀的大成就人之一，法称菩萨。他著作的《释量论》当中第二品里面提到说，大悲心修了，修大悲心还有慈心、悲心无法断除我执。对，就是他《释量论》第二品里面头的原因是什么？他主要的直接讲说，因为慈悲心跟大悲心恶执跟我执是不是一个缘一个所缘只是的方式直接相违，所以呢他没办法断除我执，所以轮回的根本。同样的道理，对不对？那在这当中也是有他第二个，就是说不惧同达真理会，虽然处理菩提心，不能断除由根故，因起同达缘起法。你看，所以呢我们应当要了解缘起法。
那么缘起法跟空性这俩之间有什么关系？那你想想看，文殊菩萨在创造龙树，龙树在月城圣天等等，这样子传下来的一个圣界的传承，对不对？我们学到他们的知识的话，就能够理解他们的看法是什么。他们的看法就是说，缘起法是一个空的道理，空的道理也是缘起法，这两个同样的道理，对不对？所以我跟应该说我们入宗论的课程当中，我常常跟大家讲，龙树他们以缘起来成立的一切法都是无自性，对不对？以缘起的道理来成立的一个一切法无自性，这个无自性就是空性的意思。那想想看，所以呢，宗大师也是在这个阶段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具足的通达空心界的话，修了大悲心菩提心没办法断除轮回的根本。那想要断除轮回的根本的话，需要是什么？应当要了解缘起。对，那缘起了解，真正的了解缘起的话，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就能够理解空性呢？缘起法跟空性之间有差别，但是你了解缘起的话，为什么能够了解空性？这道理不是这个，他的意思说，缘起的道理是空，空的道理是缘起，但是了解通达缘起法的智，不算是一个通达空性智。通达空性智也是不是一个通达缘起法的，但是这两个道理是同样的。原因是什么？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道理是什么？一切法都是缘起性之故。你看，一切法都是缘起啊，所以你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没有自性的，对不对？一切法的体性当中完全没有自性的成分，自性的智分。那所以呢，一切法的体性当中有了自性成立的空，这个自性成立的空叫做一个空性。空性是并不代表是不存在的，空性更存在的。那你看，我们想想看，很多人认为是空性是不存在的，讲了这种话真的坦白讲不负责任的话。对，空性不存在是这个话，是有智者的话，一听到就他的感想是如何？空性不存在的话，我举个简单例子来讲，你空性不存在的话，修空性是没有任何的结果。为什么？空性不存在啊，不存在的东西怎么去修呢？不合乎逻辑。对，所以呢，我刚才我们这个阶段讲的就是说，一切法缘起性的原因来思维，一切法都是一个无自性的。一切法无自性的空性的道理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缘起之故，一切法都是空的。那我们引用心经来跟大家讲，比如说心经里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完全这个意思，确实意思。比如说色法是一个世俗地的一个缘起性，有了色法才有色空。为什么这么讲呢？色是无自性的，原因是什么？色是缘起性之故，色法是缘起，所以呢，色没有自性的，没有单独的，没有独立实质的，所以呢，色的体性当中，自性成分是空的，
这些成分控的就是色的体系当中依然存在，这个叫做一个色控。有了色控的原因是什么？有色法，有了色法才有色控，完全这个意思。它不是说色的控性是色法，色法是色的控性，那就完了。色法是围城所构成的聚合体，空性是一个常法。那空性是色法的话，常法也是围城所构成的聚合体吗？你看逻辑都是完全是应该是摧毁的这种逻辑，那样的想法是都是颠倒，完全不是这样。对，我们主要的关键点，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道理，比如说先我们讲完之后还是探究一下，不然的话我们上的那个三组要到有时间有限，所以有时候就是我落到太多了，所以又该讲的就是又不讲。对，因起同打缘起法，所以应当我们想要了解空性的话，应当要了解缘起。你了解缘起法的话，就能够理解空性的意思。对，OK， 那接下来能借容眼一切法，从因生果界不虚，且能破诸所指境，比入佛陀所喜道。对，那在这个当中所讲的说，能借容眼一切法，我们能看到轮回跟涅槃一切的法，对不对？从轮回到涅槃之间的一切的法，就是这样就可以讲。对，从因生果，所以这个都是一个透过因缘而产生这种的结果，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是一个不虚的，不虚就是不欺诳，不会出错的。有了什么样的因素才有什么样的结果，对不对？所以呢，不虚的意思有很多种，比如说虚我们用在很多的地方，如果它也是就如破音字一般的，用在它的助词不同的地方，它的意思也是也会变化的。我们通常讲说你很虚，你很虚的意思说你心里就是心虚嘛，应该是由自己有一点点知道自己有缺陷过错，那这样的话没有自信的虚。对，还有虚伪的，虚伪的就是一个虚假的状态。那因果不虚的意思说因果不会欺诳的，不是出错的，不会出错的。因果不会出错的意思是对不对？完整的因素具足的，它的结果不会错。比如说产生的一个结果，结果跟因之间的关系永远不会出错的。有了什么样的因，就有这样的果，这个果一定要顺顺的因缘而产生的，所以那个意思。那如果虚的话，不虚相反，虚的话是什么？人应该是马上生下来一个人，人生下来一个牛，对不对？种了一个青稞的种子，插生了一个苹果，苹果种子种下去了玉米等等，那这样的话因果欺诳，这个叫做因果欺诳。那因果欺诳的它的过坏是什么？我举个例子来讲，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严重性是什么。因果欺诳的话是怎么样？那你累积福德也是得受报，受那个苦报啊。累积造业也是你就是得到很多的快乐啊，愉快，对不对？受欺诳，因果欺诳的话变成这样子。你看，种了辣椒的种子会长出苹果的话，那我们累积的善法还是会它的结果循环的时候会产生痛苦啊，
那造业也是会产生一个带来一个，所以幸福快乐啊，这都是一个因果契合的道理，对不对？所以因果不熏的意思说因果不契合，你种了辣椒的种子才会长出辣椒的结果，完全不会长出玉米来，对不对？那你种了一个种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人类的种子的话，会长出人类，不会长出一个蚂蚁、乌龟等等，对不对？所以因果不契合，就是说任何的结果都是依靠纯粹的因缘而产生的，完全没有一个结果依靠不纯粹的因缘、不纯粹的因缘而产生的结果。有的话，因果契合了。因果契合的话叫虚，因果虚，对不对？因果虚的话，契合的话，那我刚才如前所说的，因果没有规律的，因果之间没有什么规律的，随随便便的。那这样的话，你看造业也是得到快乐，对不对？那累积善、累积福德也是痛苦，类似这样。不可能，真正的我们内心去进行去累积了多多少少的福德善良的话，善的话，善的结果都是好的，善不会产生痛苦、不吉祥的、负面的。任何的恶业，它所产生的结果都是负面的、不好的，不可能它，所以所产生的结果都是快乐吉祥，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因果不虚，就是这样就可以。对，中大师强调的就是说因果不虚，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对不对？这种道理是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而且是一个修行者，你多多少少了解有因果的道理，有点的因果的，所以详细的去了解业因果或者因果之间的关系，了解的话，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主要的场合里面就可以撇得上用场，确实这样。那所以我们不知道啊，我实际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有史以来到现在为止，我们只靠自己的相信跟希望，你看这个是没办法改变自己的生活，真的没办法，对吧？希望就是希望，今天有希望，明天有希望，那希望什么时候结束的？你身体跟心离开的时候才结束的，只是今生的希望。对，相信也是一样的，只是相信，今天也相信，明天也相信，相信这样的相信是不对的，只是盲目的相信，完全不是理智而产生的一个信心嘛，所以那个一定要知道。对，从一生果皆不虚。你看，我们就是十二缘起来讲的话，轮回的过程。世尊讲说知苦断集，对不对？集就是集地，所有的集地都是属于是烦恼，烦恼的习气种子，这都是属于是集地的部分。那烦恼跟烦恼种子它们所产生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苦地，对不对？这个轮回当中的一个因跟果之因跟果的情况，三界轮回当中，我们前面所讲的，有了无明动机，对不对？无明动机的情况下，无明是对于一切的法的真实的空性的道理，愚昧愚痴，不让我们看到，我们看不到一切众生真实的究竟的情况，所以呢，导致在内心产生了一种任何的烦恼，这非常有道理。我举个例子来讲，你看，
我举个简单例子来讲，这个是对你们来讲比较有帮助的，确实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的我受我者的影响多大，我们到目前为止很多人搞不清楚。对，我们由于我执无明来导致造引起的是那么多的烦恼的原因在哪里？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起的烦恼的原因是什么？对境是什么？只有无妙语，简单来讲，四生相未出，这个加了一个法的话，六出。你看，四生相未出法，你完全是今生四生相未出法，所有一切法都是归纳到这个六处当中，没有遗漏的。所有一切的法都是归纳在这个六处当中。设法也有很多种，但是我设法简单来讲的话，简单的设法的定义是什么？微尘所构成的聚合体，这是小乘的看法。但是完全我们也是所看到的，设法是一个，大概就是我们客观立场来讲的话，微尘所构成的聚合体设法，设法也分类有几种？分类有五种，四生相未处。我们利用自己五根识来使用的、受用的对境，都是属于是设法，也是看到了设法当中的形状跟颜色，耳是听到的声音，鼻是闻到的一个香味，食是尝到的一个滋味，身是碰触到的一个触感，对不对？那形状也不同的很多，圆柱体、四方形，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形状都有了，这个都是属于是一个形状，颜色以青黄赤白等等的颜色，这个都是属于是颜色嘛，对不对？那你看这个颜色是人的颜色、牛的颜色、马的颜色、牛的形状、人的形状。那今天举个简单，今天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所以产生烦恼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举个例子来讲，你看我们少女的时候，如果我们人和人之间谈恋爱的时候，确实是我们就是看别人，一看到不可能这么强烈的一个喜欢他、执着他，不可能。一开始看到的时候，蛮有趣的，不错，对不对？那久而久之后聊天，久而久之后，慢慢就在内心对他的看法，所以你觉得不错，很好。那个时候培养自己的贪心，执着他的心，我们培养执着他的心，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下，你看他强烈的信息的过程当中，结果是什么？比以前一开始遇到的那个人，终于你强烈的执着他的过程的那个时候，看到他一开始看到他的这个对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你贪着的过程里面，你自己想什么？一看到说，哇，这么漂亮，这么英俊，他从他自己方面完整的成立了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人，这么英俊的一个人，从他的角度完全成立了一个实体的一个漂亮的人存在的感觉，所以你一直不断的追嘛，对不对？但是你确确实实知道说，这是我从自己心里所安立的，没有任何的法从自己方面成立了一个单独实体的一个完美英俊，没有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你往往觉得一看到这么漂亮的时候，漂亮的那个人，你执着的对象是从他的方面成立了完整的一个美丽的一个人存在的感觉，所以呢，引起了你的贪婪之心，不断的去贪着，他强烈的去执着的过程当中，以身出来的烦恼都是嗔恚嫉妒。那你看，由于执着，再来引起了贪心，再来引起了还有嫉妒、嗔恚、
激动的成会都是完全是那个贪心随着随之而来的，永远都是跟着随着他跟着而来的，这都是一个完全同流合污的环环相扣。一个现象的当下就是引起了其他的烦恼，那你看你的执着越来越强的时候，你的嫉妒越来越更强，嫉妒越来越强的时候，你的嗔会更多了。那你看一个人的经验来判断的时候，所以大乘就是他们的策于我们解决的方法，都是我们确实知道，哇，原来是这样子，对不对？护持专户，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南台北分行，账号0300901577070，户名中华民国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加入藏研会，个人会员每个月100元，中心团体会员每个月1000元 ，email ttbtvoffice@gmail.com， 愿世界看见佛法。阿弥陀佛。